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了妈咪的剧本啊。灵芝在追她。而且我看了好多新闻里说，拍戏最容易因戏生情的。那个影帝长得这么帅，听说他还很会哄女孩子开心。要是妈咪跟他因戏生情了，爹地你怎么办？哪里长得帅啊？不就是个小白脸吗？爹地，我们去看看妈咪吧，顺便侦查一下这个影帝。走。这种劣质产品，你敢往我脸上抹？要是耽误了进度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可是大家都用这个。我不管，以后我的化妆师必须听我的。不好意思，林芝姐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我还有时间。要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么说话就好了。那个汪晴晴也不过是个女配角，但是要求比女一号还多，不管是化妆品还是服装都要单独给她分出来，真是比女一号还能折腾，你说是吧？